山栩栩如生，可不是一次性使用，志工合力，小心翼翼。哦，不会很重，体积很大，怕破坏它原先的结构，还要延续它的会面，生生不息哈、哦。这就是智慧啦，小事安尼去用坏。哇，这大家拢爱承担，我已经算伤害他遐咧。哪要变鬼啊？五场金藏演艺，林盛文参与了四场，孩子们更是场场不缺席。有心的有力啦，有力的有法度啦。我打发上人做遐多代志，反正爱来对伊个脚步来好啊行，要多多付出安尼。分类分工，植栽或道具都要妥善保存，运送交接。竹子需要很多的水分，所以它在那土都有点干干的，要让它再继续把它栽活、再生长。它再回台北吧，可以再使用啊，这个是菩提树啊，树干在那里啊。还有轻量级环保大米和厚重的地标帆布，一起写历史，仿佛还有温度。那个地标的帆布，请再出来哦。入金藏的地标帆布，因为大家跟他相处那么久，有感情，看地标天天看着他，现在做成包包也要天天看着他。这边来设计这样的包包，透气可以保温的，一定会比 LV 好。三天演艺活动后，蚂蚁雄兵总动员，志工承担不喊累。体力活大概都是男中在做，我去掌握还好啦，我腰会酸啦、整顿好的资材即将北上，交棒给中北部，期待未来演艺爱的接力。干杯呐！大新闻吴怡萱、萧红树、林淑娥、魏慧芳，高雄报道。